元首，是吧？一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意思，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词儿，好像就是一个 leader 啊。其实它是俩意思，元是啥意思？就算你们不看这书，脑子被我洗的也得有点概念了吧？元是啥？元是玄，玄是黑，黑是看不见，对吧？所以你出来抛头露面的肯定不是元，是手。元躲在哪儿？躲在一个被封闭起来的不见光的黑腔子里。所以我说了，脑子是元，脑袋是手，脑袋是装脑子的袋子，是不是？那什么时候把那个圆放在手的位置上，这个人就要完蛋了。为什么？你打破脑子了呗，是吧？脑浆流出来了呗，是吧？是不是这么道理？所以说待的位置是一样，但是内外是有区别的，是吧？手看它是个象形字，上面有头发，是吧？首级，以发代手，削发代手，是吧？